假如二哈发现主人被绑架了，二哈会是啥反应？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马桶的逗比狗生。今天大黑做一个测试啊，假装把自己绑起来，然后呢看狗狗发现我之后会是什么反应，会不会救我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给它解开，你这样只会系得越来越死，系错头了。解开，解开，解那头。你弄错头了，弄错。我脱了，脱了。哎呦，脱了呀！马桶真是叫你救下来，都叫你救废了。怎么断了马桶？你想要救腿吧？想救腿吧？他拉的那个地方是往死角那个地方给你拉的。马桶，马桶，马桶，前面，前面，叫你这样救，准让你救死了。我操！哎呦，五马分尸呀！我靠！马桶，疼，疼，疼，真疼！马桶断了。大黑，不是马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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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桶。完了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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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腿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馒头，馒头，这儿，这儿，救他，快点，救他，快救他，腿，啊，腿，腿，别救手了，别救手了，手到地方都要勒肿了，你把他肚子干啥嘞？馒头，叫你救人来！啊，你个傻子呀！你闹他的肚子干啥嘞？你，可心疼。别让我手上的绳了，但是他不会拆，他不会解，我越动越死。哎呀，我手，我手，啊，他就非得拆开腿脚上的那个手上的是吧？对，你把腿上给我解开。他感觉把手上的解开了，你就好了，因为腿上的你可以自己解。你看他聪明的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。好，那你给我解开。那你给他解开吧。解开，解开，解开。别弄错头了，刚才你弄成那种死棍了，啊，给他解开，解开，解开。你妈能聪明，救他，救他，快点，救！啊，救开了，救开了，救开了！疼疼疼，手断了！得给他弄开，弄开，弄开！大黑也废了，啊，好，现在弄腿，让他弄。我本来被绑。这算是已经把你给救回来了，因为那个腿你可以自己解开。所以现在，但是看马桶能不能把腿上的也给你解开。不是我被绑架，本来我没死，让马桶给我解绳子，给我解的，我勒个去啊！不错不错不错，你看那印儿，手上的绳子给我解开，你看我手背的勒的红的，那印儿，整个手都充血了。来，还有这个腿，腿上的给他救了，腿上，腿上给他救了，完了完了，腿上给他救救，腿腿上了，腿上的给他救了，马桶。救救腿，救腿，救腿啊！马主席，腿上你自己不会弄啊？不救腿了，他弄不开，那是弄的死。完了，马总说：“我只救你的手，不救你的腿。”你救他呀，马总。马总，你救我呀，马总。你救他呀。满脸嫌弃，不要救。他不救了。他走了呀。救一半不救了。走了不行吗？你得救我呀。快救他，马桶！快救他！哎，不过不错，已经把嘴上的袜子给你掏掉，还有手上的那个绳子给你弄对了。虽然不是解开的，是生拉硬扯给你扯下来的，但是也把你救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生拉硬扯呀，马桶是。其实我给他系的是那个活捆，然后马桶只要扯着另外一边一下都开了，结果他扯的是另外是系死捆的那边去扯的，所以更加的那个。马桶现在你看救过来之后，他腿不管了。还不管大黑了，马桶不救了，不救了，马桶救我呀！啊，对，腿上的，对，把腿上的也救了，哎呀，把腿上的也救了，啊，腿上也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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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
哦，这是刚才那个手上的绳子。得，大黑你就这吧，他肯定不愿意救你的腿，你就这样走吧。已经不错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马桶也算是把你救活了，是不是？马桶今天的表现还可以，虽然有点是吧？一言难尽。让他救的话，就是稍微有点风险。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大家。